安世全书，文昌帝君因是文，广义节录卷上。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老师、诸位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我们从62页。第六行从下面大次啊，周时田百亩啊，这里看起啊，从这一段看起啊，我先将这一段文念一遍啊。周时田百亩，只当金石22亩，此22亩之所入，上农夫可食9人，夫古人每食亦至斗米，一人终岁之粮约金石70余担，9人当有600几十担，是每亩可收米30担也。于幼时所见闻，吾乡尚见每亩收脱粟30担者。自康熙癸亥年后，凡从前收3担外者，皆不及3担之粟矣，非五谷欠收之怨何？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再给我们分析前面这个五谷见欠收举出这些实际上的例子来给我们证明人福报越来越轻，越来越薄福薄我们这个七宝渐渐隐没了这些金银珠宝就越来越少隐没就像隐藏起来就没有了。那么这一段给我们讲这个五谷欠收五谷欠收的一个证明，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粮食缺乏了在地球上我们的确面临缺乏粮食的危机。那么此地讲的是康熙那个时代康熙离我们现在300多年了那么300多年前就很明显粮食欠收了。那到我们300多年后，那更是缺乏粮食粮荒，这个情况此地在当时就给我们举出很多证明。那么这个里从周朝开始给我们举出这些粮食收成的数量周时百亩就是周朝时代100亩地只当金石22亩金石就是
康熙啊那个时代啊，三百多年前啊，那三百多年前二十二亩啊，等于周朝啊，周朝时代啊一百亩啊，那每个时代啊，这个计量这个土地面积呀、啊，啊，这个计算法呢，有不同啊，啊，那么这是一个比例啊，所以清朝康熙那个时候，二十二亩之所入啊，就是所收入的这个粮食啊，上农夫可食九人。啊，可以吃九人啊？为什么呢？啊，在我们现在人看起来啊，啊，那怎么那么能吃呢？啊，那下面给我们讲啊，古人啊，美食必至斗米啊，这吃一餐饭要吃一斗米啊，我们现在人是吃不下的啊。啊，为什么呢？因为前面也给我们讲嘛，古时候的人身材高大。那高大呢？当然，它这个食量啊，比例上讲也就大了。那我们现代人呐、啊，身材矮小，食量也就少啊。所以古人呐、啊，这个吃一餐饭呐、啊，要吃一斗米。这个十斗米啊，就是一担。是一担。啊，这个换算现在呢，啊，就是一担啊，在6.795公斤啊，啊，一斗啊，大概6.795公斤啊。那么如果十斗就一担啊，啊，就是67啊。995啊，公克啊，古时候用这个斗啊啊去量这个米啊，所以这个是容量啊，那个容量器啊。我们再看下面啊，一人啊必至斗米，一人中岁之粮啊，也均属71担。啊，就是古人呐、啊，每餐都要吃一斗米。那一个人呐、啊，吃一年呐、啊、的粮食啊，啊，大概清朝那个时代呢是71担，啊，要吃71担，那也就是说700多斗了，啊，一年要吃700多斗。九人当有600几十担。啊，就是70啊，那乘以9啊，那就是600多了啊，600几十担了啊，是每亩可收米30担也啊，就是每亩田呐、啊，那么一季啊可以收到的米稻米呀、啊、有30担啊这样的数量。啊，那么于幼时所见，吾乡尚见每亩收脱粟30担者啊，就是，周安世居士啊，他小时候，啊，他所看到的啊，他们这个乡村里面呐、啊，他还看到每亩田呐、啊、收脱粟啊，就是那个米糠都打掉了啊，脱粟的，这个有30担啊，一亩田呐、啊、可以收30担。啊，自康熙癸亥年啊，这个康熙癸亥就是康熙22年，公元啊1683年啊，那么从那个时候往后，凡从前收3担外者，皆不及3担之数矣。啊，他说小时候啊，他在乡村啊，看到这个每亩田呐、啊。啊，每一年呐、啊，收割每一季收割啊，都有3、4担，啊，而且脱粟的啊，就是说我们那个米糠啊，打成米的，
有三四代。那么从这个啊，现在讲公元，大家就比较清楚了啊。我们新年是2018年啊，那个是1683年，康熙22年啊。那么从1683年以后啊，凡是啊从前收三担外殖啊，就是以前啊收的米啊，每一次每一季啊都超过三担，那些农田啊到康熙22年之后都收不到三担了啊，就同样那个面积，那么收成就减少啊，那这个减少啊，我那个也是很可怕的啊啊，减少相当之多啊。所以这里给我们讲啊，会五谷欠收之怨何呢啊。当时啊，这个周安世居士啊，说那个时候啊，五谷已经欠收了啊。他小时候啊，跟他成年的时候啊，那个收成就减少很多了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啊，在大清王朝啊，康熙、永正、乾隆这三朝算是太平盛世啊！啊，你看呐、啊，太平盛世啊，这个粮食啊都不断在减少了啊，那何况遇到乱世呢？啊，所以啊，这个过去常常啊有一些时期都闹饥荒啊，没得吃啊。啊，真的吃树皮啦！啊，这个吃黄土的，真的都有。这个是给我们讲啊，这个五谷欠收啊，那么一个证明啊。我们看下面这个小字啊。龙万间啊，这个龙万间呐、啊，是指明朝啊，明嘉靖甲寅33年，1554年，公元1554年啊，这个就是嘉靖啊，那个时候啊，明朝嘉靖啊。那么讲到嘉靖啊，啊，应该我们同修这些读过《了凡四训》呐。啊，一敬一恭啊，啊，都很熟悉这个，这个年代了啊，嘉靖年间，啊，甲寅33年了、啊，啊，公元呢1554年，啊，有人修昆山建言禅寺，啊，有人呐、啊、发心呐、啊。去整修昆山啊，昆山就是在江苏省东南部，那么它接近上海市啊，接近上海啊，那么是苏州市下面的一个县级市啊，现在还是属于苏州啊，所以讲苏州昆山。那么昆山呢、啊、我们台湾就比较熟悉一点啊，因为台商在那边很多啊，台商在昆山呐 啊非常多啊，他那边有个工业区啊，啊，现在是属于苏州啊，所以周安世居士啊，他是昆山人啊，就苏州昆山那里的人。那么他讲啊，有人发心呐、啊、去整修。这个昆山呐、啊，建言禅寺啊，那么那个也是古寺院呐、啊。初期瓦间所筛道术，由唐朝故物，其岁长至此矣。据其所说，每亩必有十余担，今之
稻穗不满四寸矣。那么这是讲明朝啊，那个时候啊，有人去整修这个昆山的建莲禅寺，那么整修啊，在屋顶上啊，那个寺庙啊，那个瓦啊，要翻起来要整修，往往啊那个会漏水啊，那么就要重新翻过，那么翻那个瓦当中啊，有发现啊，那个稻粟啊，就是一粟的稻米。看起来啊，好像唐朝那个时代的，那么那个稻粟啊，就是那个稻草啊，有一尺多长，一尺多。那么一尺多长的稻穗啊，那个它那个穗啊，长一尺多。那么根据那个穗比较长啊，那个稻米就多嘛，穗比较短啊，当然就比较少啊，那一尺多那个米就很多啦，那照他发现那个来计算啊，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考古啊，考古学啊，现在都有个考古的，当时啊，每亩地。如果照那个稻穗一尺多长计算起来啊，一亩地应该有十一担，可以收十一担的米。是唐朝那个时候啊，一亩地可以收十几担。今之稻穗啊，不满四寸矣。今之这个清朝康熙那个时代啊，三百多年前呐、那个稻穗啊，都不到四寸了，那到我们现在呢，可能又少一点，可能要减少一点。这个是给我们讲这个五谷渐欠收，渐就是渐渐的、慢慢的减少。一段一段时间呢、不断的减少，那么减少到我们现在呢，的确，整个世界啊，现在大家这个网络上啊，查这些资料都很方便的都可以去查的的确，你计算现在全地球有多少人口那么全球啊，现在这个农作物的收成有多少？大概不难计算出来实在讲这个的确有粮食短缺这个危机在粮食短缺而且会越来越减少不会越来越增加是越来越减少。那么现在呢农业啦，科技发达似乎我们还没有很明显感觉到这个粮食短缺那实际上如果你整个统计起来的的确确那不如以前那特别现在呢。很多替代产品太多了实在讲现在做了很多人工的食品其实那个都不是天然的吃的都有毒的都是化学的那些东西可以说太多了所以过去刘炳南老就是早年在财中联社讲他说现在人都是三餐糊涂三餐糊涂就是三餐吃的都是毒所以现在人病很多医院
是越开越多。啊，那医院开的很多，就表示病人多嘛，啊，供不应求嘛。啊，所以有一些医院呢、啊，都是人满为患的、啊。啊，那是主要啊，跟饮食有关系，啊，跟这个饮食有关系。啊，实在讲啊，粮食短缺啊，那么这替代的食品啊，那都一直出来了，啊，特别现在科技发达呢，那么要做一些。很像的啊，味道很那个味道很像的，也不难啊，用这个化学的去做啊，啊，做成跟那个味道很像的啊。我听说那个麻辣火锅现在都有用化学做的哦，是现在吃的时候有点怕怕的啊，这个毒啊，吃了一肚子啊，啊，那你不病才怪啊，啊，这个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啊，这个也是粮食短缺的一个现象啊。那个化学的替代食品啊，越来越多啊，我们很难吃到啊真正啊健康的饮食，包括饮水啊，包括空气啊，都很难。啊，这些我们必须要明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古则国无十年之序曰不足，五六年之序曰吉。汉唐盛时尚可比十年之不足，今则求为吉而不可得矣。为衣食艰难之怨何？那么这一段呢、啊，给我们讲衣食艰难啊，啊，衣服饮食啊，越来越艰难了，啊，这个艰难呢、啊，举出啊，古时候啊，啊，像夏商周啦啊，那个时候啊，这个。一直到汉唐盛时啊，那么最早啊，国家的存粮啊要有十年之序啊，比如说啊，这个十年呐、啊、都闹饥荒都没有收成啊，那全国的人还可以吃十年。啊，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国家这个存粮啊，没有十年呐、啊、的积蓄啊，越不足就不够啊，那个是存粮了 啊， 啊，这个预备啊，紧急时用的存粮啊，五六年之蓄曰吉啊，那么没有十年的存粮啊。就叫不足啊！如果这个存粮啊达不到六年，就是完全没有收成，还可以吃六年啊。但是达不到六年啊，比如说五年啊，或者四年啊，存粮只能吃四五年，啊、不到六年啊，那这个国家叫急啊，急就很紧急了。啊、那么汉唐盛时尚可比十年之不足、啊、汉朝唐朝那个兴盛的时代啊，那么还可以比较啊啊，这个夏商周啊那个更早古时候啊啊那个时候的不足。啊，那个时候啊，五六年存粮啊，啊，都还有啊，那个是盛时啊，
那已经算不足了啊，因为不到十年就不足嘛，啊，六年叫己嘛，啊，今则求为己而不可得矣，那现在连己都谈不上了啊。啊，不到六年约己啊，那可能啊，你存粮只有一两年、两三年呐、啊，那都谈不上己了。啊，有六年的存粮就算己了啊。那现在不到六年呐、啊，那己都谈不上。啊，就是而不可得啊，啊，连己都谈不上，啊，可能只能维持两三年啊，两三年，啊，或者只有一年。啊，一两年啊，两三年。那么我们现在吃的米啊，我们一般人都没有吃那个存粮的米啊。一般我们现在买的都是新鲜的啊，都是很新鲜的啊，当季啊出产的米啊。啊，没有吃到存粮，所以我们对这个概念呢、啊、比较不清楚。那这里讲这个概念呢、啊，我比较有一点概念啊，因为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啊，在部队里面啊，都吃那个有虫的米啦、啊，啊，那个米就是存粮，战备粮，啊，那么战备粮啊，就是哦去年存的粮没有吃，那么我们都要吃啊这个。去年存粮、啊、那么新的米啊它在存进去仓库、啊、要先吃旧的、啊、所以我们永远吃不到新米、啊、而且啊我们那个饭啊真的煮起来都有虫、啊啊、都有虫、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部队里面流行啊说我们当兵的啊都是米虫啊都是啊我想一想也不无道理啊因为我们吃的米都有虫啊那个旧米啊它会生虫啊吃那个存粮啊所以这个国家都必须有这个存粮啊那现在的存粮情况如何啊我不太清楚啊但是照这个经典呐、啊，这个讲法呢，那肯定啊是非常不足的啊。现在我们举出一个现在的例子啊，这个讲的都是清朝时代的啊，距离我们三百多年了啊，可能我们也比较不好体会。但是我们根据这个啊这个事情啊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再看我们现在呢你注意去看这个新闻报道啊那么只要有一个灾难啊一个水灾啦或者什么地震海啸啦大家去看啊那个超级市场啊都被抢空空的有没有一下子哇，东西都没有了，要买没有了、啊、那么这个日用品呐、啊，啊，这些一下子都大家都去抢了啊，没有了。那么我是从这个看新闻报道啊，好像今年日本啊还有香港、台湾呐 啊，台湾呐、啊，这个前一阵子还缺少卫生纸啊。卫生纸都买不到的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去体会到啊，你看现在一个还不是很重全面性的一个灾难啊，一个水灾啊，啊一个地震呐，啊那些超级市场啊，一下子东西就没了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去超级市场买一些食物啦，一些日用品，那些通通把它搬回来了，那能用多久啊？啊，有没有这里讲可以吃六年？啊、大概没有。
啊，恐怕吃60天都有问题啊。啊，所以这个的确啊，有这个危机在。啊，所以非衣食艰难之宴何？现在衣食啊很艰难啊，因为我们现在呢没有遇到灾难啊，所以没有感觉啊，好像这个衣食啊还都不缺乏啊。但是如果一旦啊，不要说大灾难，一个小灾难啊，就很明显能感受出来了。啊，这个也必须我们，要明了啊。我们现前呢、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啊？那么知道这些啊，对我们念佛求生西方啊有帮助啊。我们知道啊，我们现前娑婆世界啊，这个末法时期的五浊恶世情况，我们认识的越清楚，我们求生西方的愿啊，就越恳切了，啊，那才会发愿啊去西方，啊，知道啊，非去不可了，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啊，衣食自然，那没有衣食艰难呐，啊，是衣食自然呐。啊，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呐、实在讲啊，特别现代危机重重啊，我们要觉悟啊，觉悟啦，对我们信念念佛啊，求生净土就很大的帮助了。好，我们再看下面啊，古者王公之贵，下交言谢，倾向之尊。劳不作甚，今则辅婴一命，便藐视之交，而早立木鱼，有陈轩直盖者矣，非风俗骄慢之宴何？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给我们讲，现在人呢、得一点势力，有一些钱呢、那么就。这个很骄慢了，骄奢傲慢了，啊，就瞧不起人了，啊，所以这里讲啊，古则啊，古时候啊，王公之贵，啊，那个王公那地位很高了，啊，国王啊，啊，这个在古代啊，这个爵位啊。公侯伯子男啊，那个作为公那就很高了啊，再来侯，再来伯，再来子，再来男，那王是封王了啊，王爷了啊，这是古时候王爷啊，古代的王爷王公都很高的地位了啊，这个地位很高的。上个月我们到山西大同去做法会啊，那个同修啊招待我去看明朝的这个王爷府，哦，那很大啊，那仅次于北京的故宫啊，差不多那个比例差不多啊，啊，王爷府很大。那么这个地方啊，周安世他是清朝康熙那个时代的人，啊，明清时代的人。那么他讲古则啊，啊，古就是，当然是清朝以前了，啊，那清朝以前呢、至少是汉唐啊，那再早就是夏商周了啊，啊，这个都是古则。那么越古的人呐、越古代的人呐、越谦卑了。
啊，做皇帝啊，啊，做王公啊，没有那个架子啊。现在讲那个架子，不摆那个架子啊。啊，所以王公之贵啊，他这个地位那么高贵，下交言谢啊，他可以跟下面啊住在啊言谢的人啊交往啊。这个言谢啊，就是山洞洞穴啊，住在洞穴里面。啊，住在洞穴里面呢、啊，啊，有的是很没有钱的了，啊，连搭个茅棚啊，能力都没有，啊，找个山洞住啊。啊，那住在这个山洞啊，岩穴里面，啊，那可以说很低贱的。啊，你看啊。这个王公都可以跟这个住在岩穴的人啊来交往啊，做朋友啊，交往啊，没有嫌弃他们。倾向之尊啊，老不作圣啊，啊，那么这个倾啊，这个宰相啊，啊，你看啊，这个实在讲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那这个是非常尊贵的。老不作声啊，他不坐车啊，不坐圣就是车圣啊，啊，他都可以用走路的啊。啊，金则辅英一命啊，金就是周恩施那个时代啊，三百多年前了 啊。那个时候啊，这个民风已经不如古代了，啊，那个时候啊，啊，不要说做到王公之贵、倾向之尊呐、啊，啊，就是做一个官呐、啊，啊，一个芝麻小官，那就架势摆得很大了啊，啊，这里讲啊，辅英一命啊，啊，接受啊上面的。上司啊，一个命令啊，就威风凛凛呐、啊，啊，变藐视之交了，啊，平常跟他之交的人呐、啊，那都瞧不起了，藐视都瞧不起了，啊，以前跟他之交的他都瞧不起了，啊，目中无人了。啊，而早立木鱼啊，啊，早立就是哦，他的出门呐、啊，哦，那个阵仗啊，哦，那是很气派的啊，非常气派啊。现在讲很气派的啊，你看一出门那个衙役啊很多啊，这个早立木鱼啊，啊，就是坐马。啊，这个木鱼啊，就古代养马的地方啊，啊，那坐车坐马啊，那下面呢、啊，啊，大家这个前呼后拥啊，那一大堆人啊，啊，这个大阵仗啊，啊，有陈轩直盖直椅啊，啊，陈轩就是古时候啊，这个大夫坐的车。啊，那么执伞盖，啊，出门呢有人执伞盖，啊，坐这个车马车，啊，那么还有伞盖，那走路啊还有人执这个盖，啊，这个很风光的啊，那这个排场啊，啊很大的，啊就是接着上面那个命令啊，哇，他就不得了了啊。啊，这排场就很大了，啊，那很多人呐、啊，啊，车啊都做很好的呀、啊，啊，陈轩直盖，轩就是车啊，啊，像我们现在讲啊，那个奔驰不够看了、啊、哈、啊，现在讲啊，那什么凯迪拉克什么的啊，啊，这些都是
古时候讲的承先直盖啊，那现在讲那个高级进口车啦，那高级进口车它有分档次的啦，啊，最高档的啦。那么这个都是属于风俗娇慢，啊，风俗娇慢啊，这个风俗就不好。那么现在呢，啊，看一看呐、啊，现在的确啊，这风俗娇慢了 啊，在社会上啊，我们也都看得到啊，所以这个现在的风俗啊，都是越来越娇慢了，骄奢傲慢。我们再看下面，古则高僧见天子不明，诏书必称师。唐太宗续三藏圣教，极易亲从。玄奘法师次及高宗，告左右曰：“朕失国宝矣。”辍朝五日。中宗景龙二年，赐高安令崔思亮迎升其大师至京，立即百僚皆称弟子。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给我们讲古时候啊。这个国王啊，这个皇帝啊，大臣啊，对这个佛教啊，出家人的一个尊敬啊，啊，也就是恭敬三宝啊。古代皇帝啊，恭敬三宝啊，皇帝是一国最大的了。那么他恭敬三宝，当然下面的文武百官呐、啊，社会大众啊，自然呐、啊，就带动了啊，大家对三宝啊，都知道要恭敬啊。那么上面呢、啊，就是他带头的。啊，所以古时候高僧见天子。天子就皇帝了，不明啊，啊，不称自己的名，化名了，啊，那么诏书啊，诏书就是皇帝啊下圣旨，啊，皇帝下圣旨给这个高僧，那必称师，啊，对这个高僧啊。啊，尊称他老师啊，师就是老师了啊，那不会啊，给他讲啊某某某啊，那这个很不尊敬了 啊，就圣旨啊都写师啊，尊称。那古代是这样的啊，那古代就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可以知道啊，那么佛法。能够在中国这么兴盛，主要都是皇帝都当护法，皇帝都学佛啊，都是虔诚的三宝弟子啊。那当然啊，文武百官、社会大众啊，那没有不尊敬三宝的啊。佛法在中国啊，从汉朝。正式传入之后啊，啊，历朝历代都很兴旺，啊，到民国成立之后就是衰了啊，啊，大家不知道啊，要恭敬三宝了。唐太宗啊，啊，这个唐太宗啊，大家都很熟悉了，贞观之治，啊，这个贞观呐、啊。公元627年到649年啊，这一段时间呢、啊，二十几年呐、啊，
这个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那么这个他执政的期间呢，真的是太平盛世，所以这个是有名的贞观之治。这个贞观之治啊，也享誉国际了。当时外国啊都非常仰慕唐朝办的政治办得这么好，所以啊外国人称唐太宗叫天可汗呐，大家非常尊敬，都向往啊到唐朝啊来学习大唐国，所以现在呢外国我们。有很多中国人的街道都叫唐人街都叫唐人街这个唐人街就是这么来的中国城唐人街那么等于是说把这个唐代表中国了讲到中国呢那唐朝是它是一个代表就是贞观之治它是一个代表所以我们现在叫唐人街唐人街对这是外国人讲的了中国城唐人街那我们澳洲也有唐人街了澳洲好像布里斯本也有唐人街主要是唐朝唐太宗贞观之治政治办得好那么唐太宗续三藏圣教续是叙述做序文极易亲崇极就是这个非常钦佩推崇这个佛教所以唐太宗在唐朝是佛门的大护法所以在唐朝那个时代外国人到中国来学习佛法的很多特别日本啦、韩国啦、越南这个时候来你现在到日本去看到韩国去看都是唐朝的唐朝时代的寺庙京都最多了京都这我去昭提寺唐昭提寺律宗的道场华严宗的道场禅宗的道场天台宗的道场净土宗的道场密宗的道场还有小乘两个宗这些现在日本它保留得很完整这些资料我们都可以去可以去考察的那么那个建筑也都是唐风都唐朝的建筑日本的寺庙就是唐朝的建筑你要看唐朝以前什么建筑到日本去看到处都是所以那个时候唐朝唐太宗政治办得好又是三宝弟子虔诚的佛教徒护持佛法所以外国的法师到中国来留学的特别多那个时候都是外国人来留学就像我们现在中国人都要美国到英国去留学到澳洲来留学那个时候是外国人来中国留学那么玄奘法师四集这个玄奘法师也很有名了我们佛门这个弟子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了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这个在这个传记里面讲《大唐西域记》这个高僧传这些里面都有记载《大唐西域记》
啊，他都往西北走，啊，往印度去取经。这个玄奘法师啊，那么在历史上啊，等于是我们中国法师到印度留学的一个代表人物了。那实际上啊，啊，当然去印度留学不止玄奘法师，很多啊。那么我知道的还有一个叫义净法师啊，但名气没有玄奘法师这么大啊。啊，那还有很多很多法师去印度留学的啊，那么有很多也是死在半途当中的啊，因为过去啊交通不发达，那么到印度取经啊，的确是冒着九死一生的生命危险啊去取经的啊，那个没有很大的毅力勇气大愿力，实在讲啊是办不到的。啊，因此啊，这个玄奘法师啊，后来呢，啊，也有人给他写成小说了啊，写成《西游记》了啊，啊，《西游记》啊，哦，这编了个小说出来了啊。啊，我小时候也是啊，看这个漫画啦，看这个那个以前看那个漫画书很有趣的啊，小时候很喜欢看。啊，那小时候啊也没有钱啦，啊啊，实在讲啊，那个漫画书啊我们也买不起，啊要去租，租也没钱，啊是我妈妈呢，她卖菜啊又在租这个小说，啊叫我去看啊，那没有人来租啊，全部我自己看了啊，啊看的可多了啊，那看那个店呐，啊那我小时候要帮忙看店啊，那人家来租啊啊，那就拿书给人家啊，那登记一下啊。啊，收个押金啊，然后没有人来啊，那全部是我在看了 啊， 啊，所以那个什么《封神榜》啊，《七侠五义》《小五义》哇，那些我看的漫画书看的可多了 啊， 啊，所以这个玄奘法师啊，就很有名啊，所以后来写成小说了啊，那实际上啊，这个正史的记载啊，都在。这个唐书啊，那在佛门啊，《高僧传》啊，这是正史的记载。那么玄奘法师四级啊，高宗告左右曰啊，这个唐高宗，那么他就是。往生那个时候是到唐朝高宗那个时代了，那么四级就是他往生啊。那么唐高宗就告诉左右啊，说朕是国宝矣啊。啊，你看啊，那么以前皇帝对这个佛教啊，这个高僧啊，那不止国师啊，啊成国宝了，啊那个国宝比国师又更高了。啊，你看啊，国宝啊，啊，国家的宝贝啊，失去了、啊，当然非常惋惜，非常伤心嘛。所以辍朝五日，辍就是停止啊，没有心情啊，料理朝政啊，啊，丧失国宝啊，所以放假五天呐、啊，追思啊，我们现在讲追思。啊，从这个地方啊，可以看到啊，那么唐朝那时候皇帝啊，对这些高僧，那么他敬重的程度啊，到什么样？啊，下面小字讲啊，《见高僧传》，啊，这个我们可以去看《高僧传》，啊，都有记载。中宗景龙二年啊，中宗就唐朝中宗景龙。公元708年，赐高安令啊，这个高安是一个地名啊，啊是在江西省宜春高安县
啊，那个令就是县令。啊，这个县令啊，叫做崔思亮啊，姓崔，名叫思亮啊。那个时候高安县的县令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县长了啊。崔思亮迎生前大师至今啊，也是迎请高僧啊。到京城啊，迎请这个僧伽大师啊，到京城，地级百僚啊，皆称弟子啊，弟就是中宗皇帝啊，百僚就是文武百官呐 啊皇帝啊率领文武百官来、啊、迎接啊，迎接这个僧伽大师啊，到京城啊来弘法。啊，那么皇帝以及文武百官呢、啊，都称是僧伽大师的弟子，弟子学生呐、啊，他是老师啦、啊。那么古时候啊，那称老师不简单呐、啊，啊，一律为师，终身为父啊，啊，称老师啊，那非常尊重啊。所以古代啊，在中国传统文化呢，第一是父母，第二就老师了。啊，所以老师跟父母啊，啊，他是等于是平等了，啊，这个也就是说非常的尊重了，啊，啊，最尊重之礼了。那么这些记载啊，啊，我们可以去看《金汤篇》，这个小字讲《出金汤篇》及统计，啊，这个《佛法金汤篇》。啊，这个记载啊，历朝历代啊，高僧大德啦、啊，那么这个每个时代啊，这些皇帝啊、大臣啊、长者的护法，这些事迹啊，护持这个佛法，固若金汤啊，啊，所以用这个来比喻啊，啊，他们护持佛法的一个坚定啊，好像啊，固若金汤一样。啊，所以称为金汤篇。那么以及啊，这个统计就是历史感应统计。啊，那么历史感应统计啊，啊，这个印光祖师啊提倡啊，啊，这个二十五史啊，这个都是。历史感应的啊，二十五史啊，特别印光祖师啊提倡啊啊整理这本书，编这本书啊，所以啊近代啊也有民国初年徐子敬居士啊，印光祖师啊请他编这个书啊，他文笔好，把这个历史感应的事迹啊跟他都揭露出来，编成一本历史感应统计。我们这个图书馆应该这个书都有啊，啊，这个资料都可以从这些历史感应统计去查的，啊，所以《金汤篇》啊，出自《金汤篇》及统计。下面讲高宗显庆元年呐、啊。赐天下僧尼，有犯国法者，以僧律治之，不得与民同科。出唐书，啊，唐高宗，啊，显庆元年呐、啊，这个赐就是颁布行政命令啊，等于说我们现在呢，这个立法了啊，立法。就是天下僧尼啊，啊，就是出家人呐、啊，出家男众女众啊，有犯国法者，啊，如果有违反国法呢，以僧律治之。这僧律就是戒律，啊，以佛教的戒律啊来处置，啊，不得与民同科，啊，不能跟一般这个在家人呐、啊、
啊，一般社会大众啊，用同样的法律啊来处罚啊，所以这个是出自于《唐书》啊。那么这个《唐书》啊，有《旧唐书》《新唐书》啊。那么《新唐书》是北宋欧阳修等人编的，称为《新唐书》啊。北宋啊，欧阳修这些人啊，在整理这个《唐书》，唐朝那个时代的记事这些书籍。那之前的那个记载的唐书啊，就称为旧唐书啊。这个北宋欧阳修还没有做这个后来这个新唐书之前啊，那通通称为唐书啊。那现在呢，我们有看到呢，旧唐书、新唐书啊，是从北宋欧阳修他们修这个新唐书之后，那才有说之前的叫旧唐书啊，北宋啊后来的编的叫新唐书。那个在二十五史里面啊，这个资料我们都可以查的啊。二十五史啊，那么以上啊讲这个唐朝啊，唐朝时代啊，从唐太宗啊。那下面呢讲宋朝啊啊，那啊，宋真宗啊，宋朝真宗皇帝啊，宋真宗朝，造天下必至公禅师之会，子称宝公。宋真宗朝，宋朝真宗皇帝追朝啊，造天下啊，造就是诏书啦，圣旨啊，下圣旨。啊，昭告天下啊，必至公禅师啊，知会啊，所以呢，这个子称呢、啊、宝公啊，我们一般讲宝至公禅师啊，那个宋朝的真宗皇帝呀、啊，啊，对这个宝至公非常尊重。啊，那讳就是避讳了啊，不称他的德号了啊，啊，只称宝公啊，啊，这个称那个公就是很尊重了啊，啊，这个啊，这个台中啊，慈光图书馆啊，那朱馆长啊，他现在他退休了啊，现在。交给许馆长了，以前写信给我都称我道公，啊，只有他们跟李老师写啊，懂知道这个写法了，那其他的人也没有人曾经这么写给我的啊，啊，只有他大概以前李老师啊，台中联社他们这种称呼啊，古礼啊。啊，所以这个地方啊也是有根据的啊，从宋朝真宗朝啊，那是宝公啊，那我们现在宝至公，宝至公啊，啊，他更尊重了，就称个宝公啊，啊，宝公就是宝至公禅师啊，宝至公禅师啊，所以他称这个公啊，就是一个很尊称的啊，很尊称。啊，像以前我们师父上人啊，称满城老和尚，啊，叫满公老和尚啊，啊，他是满公啊，啊，这个我们才知道啊，啊，称这个就是古礼啊，啊，一个尊称啊，一个尊称，避讳啊，啊，一个尊称，啊，不敢啊称他的这个法名。啊，所以现在呢，啊，这个现在呢，啊，这个称呼称谓啊，啊，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啊，这个称谓啊，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同学啊，啊，我们年轻的同学啊，你就不要叫导师导师了啊。
道师是我们师兄弟称的啊，啊，应该称我什么？知道了吧？啊，现在你们这么年轻啊，你称我公也不过分呐，啊，因为我可以做你们爷爷了。你们才十几岁啊，我六十八岁了，我做你爷爷做得过啊？啊，你称我公啊，也照这个年纪讲啊，也不过分，对不对？啊，不要说什么啊，出家人什么的啊。这个是礼节了啊，大家学习学习啊。啊，现在那个圣妙法师啊，啊，这个还有那个蔡老师啊，承德法师都称我道公了，啊，所以大家不是要学传统文化吗？啊，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但是不是说我喜欢你们称我道公啊？你称我道公跟称我道师，对我来讲也我也没有什么哦，增加也没有什么损失啊。只是说学礼呀，啊，啊，我们就是一个表示一个尊重而已啊。那对当事人是在讲你对他啊尊称跟不尊称，是在讲啊对他也没有什么增减嘛，啊，没有什么影响啊。啊，这个地方啊，我们学了之后啊，就在生活当中知道怎么去应用啊，在写信啊、称呼上了 啊，就怎么去应用。那学了才有用嘛，啊，学了就要派上用场啊，啊，所以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看的啊，那古代的称公啊，那我们现在呢也可以学习了啊，因为现在呢，啊，这个圣妙法师啦、朱馆长啦，啊，还有这个承德法师啦，啊，他们都有这个称呼嘛。啊，所以我私下跟你讲啊，因为他们也不会跟你们讲啊，啊，我私下跟你们讲啊，所以你说承德法师，你们都说称他蔡老师了，对不对？以前蔡老师，对不对？你们现在都听他的传统文化，啊，圣妙法师啊，他们都修得很好。啊，那么他修得好啊，他这样做也是做身教嘛，啊，做给大家看的啊。啊，实在讲啊，我不应该讲我自己啊，啊，我应该说应该称圣妙法师叫圣公，称法性法师叫性公，啊，对我叫道师没关系的啊。啊，那么你看这个皇帝对这个高僧都这么尊重啊，称宝公啊，见智公禅师后行状啊。啊，这个宝智公禅师是梁武帝啊，这个南朝时代的高僧，跟达摩祖师还有护大士啊，当时啊称为三大士，达摩祖师啊，那么护大士。啊，宝智光禅师，啊，在梁武帝都梁武帝那个时代的，啊，称为三大士，啊，那护大士是，啊，据说是弥勒菩萨化身的啊。这个智光禅师后行状啊，这个资料上有记载，系张南仙护宗宪公所撰。啊，这个张南仙呐，啊，他是公元1133年到1180年，我们前面讲过南宋的理学家啊。这个张南仙呐，啊，他的父亲宗宪公啊，他所撰的啊，这个《智公禅师后行状》啊，这个文啊，他父亲撰写的。啊，那么宋之太祖太宗真人高孝皆兴隆大法啊，那么这个是几出宋朝啊，宋朝的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高宗、宋孝宗皆兴隆大法啊，兴隆就是
兴隆佛法了。啊，有时驾临佛语，有时问法尽中。啊，有时候这个他这个御驾呢，亲临佛的寺院了啊，去向这个高僧大德啊请示了。啊，向高僧大德请示，有时问法尽中。啊，那么尽中就是宫中。啊，请高僧大德啊到宫中里面啊来请问佛法。啊，就礼请啊这些高僧大德啊到宫廷当中啊讲经说法。啊，来请问佛法，啊，就请高僧大德啊到宫廷啊，啊讲经说法，啊，就像现在啊，啊这个，啊总统啊请高僧到总统府去讲经说法啊，啊那以前皇帝是这样的，那不然就是皇帝自己亲自到这个寺院啊去请法，啊都有。啊，为林间圣事啊，这个林就是丛林了、啊，古代这个丛林道场啊之间的圣事啊，那么这个讲啊，这个宋朝、唐朝啊，啊这个一直到啊魏晋南北朝啊，一直到汉朝啊，那么越早的皇帝啊，对这个。高僧啊，越尊敬，啊，越尊敬，啊，都是称弟子的啊，皇帝都称弟子。啊，今则四流俱傲，多有见佛像不参，亦高僧不离者矣。非佛法雕绘之宴何？那么今就是讲卓万氏那个时代，清朝康熙年间、啊、那我想一想，三百多年前、啊、那风俗比我们现在好不晓得多少多少了、啊、那么三百多年前、啊、那已经不如、啊、宋朝以前的，不如宋朝以前那个时候的风气了，啊，对佛教啊，对三宝的恭敬的风气已经不如了。啊，但是呢，我们看这个记载啊，清朝皇帝啊，还是都学佛的。啊，清朝皇帝啊，啊，对这个高僧还是非常尊敬的。啊，我们知道啊，这个康熙雍正啊，雍正他是这个印光祖师是赞叹的啊，他这个对佛法、对三教啊，那很内行的啊，所以雍正皇帝他有《建模遍历录》啊，印光大师非常赞叹啊，把当时啊那些参禅呐、啊，有一些人呐、啊、邪知邪见呐、啊，错了啊，他把它纠正出来啊，所以。写一本《建模遍历录》啊，把他的错误的地方啊指正出来。那印光祖师对雍正啊非常赞叹啊。那么乾隆啊这几个朝代啊对佛教三宝都非常的敬重。啊，那么后来啊，也就慢慢，也就慢慢的、啊、衰凋会了啊。那么此地讲啊，今则四流啊，四就是读书人呐、啊，一般读书人。啊，那个时候呢，皇帝都还对佛教三宝还很恭敬啊。那现在呢，这个四流啊，巨傲啊，巨啊。就好像
啊，人走过来啊，他蹲着坐着，他都不起来的啊。啊，这个叫惧啊，或者呢，坐在那里啊，两腿伸开啊。啊，那么这些啊，高僧走过来啊，他不懂得尊敬的啊，惧傲啊，就是很傲慢的、啊，态度很傲慢啊，多有见佛像不参啊，看到佛像啊，他也不参拜啊，在当时啊，社会上啊，这种读书人就很多了啊，就很多。啊，看到佛像啊，他不参拜啊，可能连个问讯都没有啊。啊，这边看一眼啊，那可能啊，他眼睛还啊啊往上看的啊，啊，那这个态度啊都很倨傲啊。遇高僧不离止矣呀、啊，那遇到高僧啊，那不懂得去礼敬啊。啊，那么为什么不理呢？啊，因为他不懂也不认识。啊，实在讲啊，高僧是国宝，啊，其次是国师，啊，那应该啊要礼敬，啊，要礼貌。现在呢不懂，读书人都不懂啊，看到佛像也不拜，啊，看到高僧也不理啊。那很多啊，啊，那我们现代那就更离谱了啊。那有的人啊，看到你出家人啊，不骂你几句，他都还不痛快啊，啊，就别指望他来给你敬礼了啊。啊，这讲一般社会大众他不懂啊，但是我们现在佛门弟子啊，还是啊知道啊，对这个三宝恭敬的还是很多。啊，三宝恭敬啊，那么这个我是看到啊，李炳南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我出家十几天呐、啊，日常法师、果清律师还有简宏文居士啊，我们四个人去看李老师啊，那时候日常法师五十几岁啊，啊，李老师已经九十五岁了。啊，去他住的地方啊，正气街去看啊。那李老师九十五岁的高龄啊，看到日常法师啊，出家人，就跟他顶礼啊，啊，就跟他顶礼。啊，供养红包啊，那么这个我们走了之后啊，他老人家站在门口啊，合掌啊。一直看到我们那个车子转弯啊，转弯啊，还看到他站在那里啊，那真的是过犹待百步矣啊，啊，做得很标准啊。他的目视哦啊，他这个他那个恭敬啊啊，就是表现得无疑啊啊，这个合掌恭敬，一直看着你的车子走啊，所以过一段百步仪就是这样的啊，那不是过一段百步仪啊，站在那边送，然后在眼睛看着跟旁边这个人聊天啊，啊，所以你要看啊，所以等一下大家送我啊，要看啊，不要这个车一开走，头就转过来了，不标准，重来，要练习的啊，那不是练一练就好了。啊，这个以前我们当兵有训练过啊，长官经过啊，要目送敬礼哈、哦，要眼睛看着。啊，其实啊，你们送我也不是很自在的。啊，你不送我也蛮自在的啊。啊，你送我，我也不自在啊。我要回头看看你们，啊，看看你们有没有送啊。啊，做的那个标准不标准啊？啊，这个过犹待百步矣啊，日本人做的最到位。啊，所以这个311那一年我、哦、去仙台做法会啊，到
去日本寺院做法会，啊，那个日本的住持他的太太女儿啊，他女儿就出家，日本出家女众很少的啊，那我就看到那么一个啊，还有也是跟我们师父到一个地方说那个是什么天皇的什么什么公主啊出家了啊，我就看那么两个啊。啊，我们要走啊，下雪啊，站在雪地送我们啊，啊，穿的那个出家衣服啊，啊，跟整齐的母女站在那里送我们啊，我的大巴车赶快停下来啊，跟他们打招呼。啊，宾馆的这个经理啊，这个大堂啊，就是雪地送，所以过一代百步椅啊，他们学的真到位。啊，还有那个鞠躬弯腰的啊，那个、有一年我们到鬼怒川去旅游啊，到一个宾馆啊，我们大巴车还没有到啊，那两个穿和服的小姐啊，90度鞠躬在那边等啊，庄医师说：“哇，这个不是《弟子规》吗？啊，我们练了半天都练不像啊。”啊，那么这个就是礼敬啊，啊，这个是外表。啊，当然啊，内容就是恭敬心了 啊，那不是只有做个表面啊，那内心瞧不起人，这个也不是真正的礼啊，所以这个外表的鞠躬敬礼，它是礼的外表啊，它真正的内容就是自卑而尊人，就是尊重啊，一个尊重心啊。那么这个礼呀、啊。啊，这个讲见高僧啊，跟这个出家人要礼啊，这个礼也是要有一个节啊，所以叫礼节，礼节啊，礼要有个节制，恭无礼则劳，慎无礼则喜啊，就是恭敬心呐、啊，如果没有礼来节制啊，你就很辛苦了，很辛劳了，很疲劳了啊，那么。谨慎啊，如果没有礼来节制啊，习就是你会很不自在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啊，所以礼要个节啊。我在当兵的时候啊，啊，当时我们也不懂得什么叫礼节啊，他的规定啊，就是我们我是做兵的啊，上面啊，啊，二等兵、一等兵、上等兵啊，上。二等兵降到一等兵要敬礼，一等兵降到上等兵要敬礼啊，那上等兵降到下士要敬礼啊。那我们住在营区里面了 啊，那我们看到啊，通通要敬礼。我们是兵，是最小的啊。啊，后来我们同班有个姓曾的说：“哎呀，我们干脆啊，绑个塑胶带啊，手这样啊。”他说：“我们刚刚放下来，又看到一个又要敬礼了。”啊，后来读这个儒书啊，才知道啊，恭无礼则劳，啊，那个礼啊，你要个节制，啊，那个你不懂这个节，你就会劳啊，劳就很疲劳了，啊，慎无礼则喜，啊，所以这里讲非佛法之雕绘之宴和啊，啊，那看到这些都也不参不礼了啊。那么现在呢，这个见到佛法恭敬的啊，就是学李老师啊，学得很像的，就是习显明老居士啊，啊，他这个啊，学得很像啊。我们再看下面，孔言立教啊，只贵躬行，不善口舌，厚以自治。博以哲人啊，孟子既辟杨墨，出于万不得已。譬如大黄巴豆，良医偶医用之，非日日必须之物。啊，这个一段啊，就是孔颜立教啊，孔子颜回啊，那么立。啊，建立这些教学啊，只贵躬行啊。那么躬行是最重要的啊，不善口舌啊，不是会说会讲
但不去做。啊，可贵啊，要去做啊，要去行啊。那讲一讲不行啊，那也没有用啊。所以啊，贵躬行啊，不上口舌啊，不是啊，讲一讲啊，很会讲。厚以自治啊，薄以责人啊。自治就是说，这个要求自己啊，啊，要求自己，那不要求别人啊，别人做得怎么样啊？去要求啊，薄责于人啊，那些责备人啊很少的啊。这个是孔颜立教的一个精神啊。那么孟子啊，既辟阳木啊，这个辟就是驳斥啊，既啊就是去驳斥杨朱墨子啊。墨子主张兼爱啊，那这个杨朱啊，啊，他提出自我中心的主义主张啊，追求个人独立啊。墨子啊，那么他是利他主义啊，兼爱啊，利他主义。那么这个跟儒家呢都啊有不同了。那么孟子啊，他是学儒啊，学孔子的儒。啊，那过去的诸子百家各有说法，那么他是学习儒，那么他去辟杨墨啊，也是不得已的啊，因为啊他学儒啊，那么他当时的环境啊啊也是万不得已，就是不是他故意要去排斥别人的说法啊，不尊重别人啊，也是不得已。啊，维护儒家啊，啊，不让儒家这个被淹没掉啊，也万不得已啊，那不是啊，常常这样的啊，啊，譬如大黄、巴豆啊，良医偶医用之，非日必须之物啊。这个大黄就是中医啊，这个药啊，光华之品啊，这个大承气汤啊，用大黄啊，治阳明。大便不通啊，阳明症啊，大便不通啊，有阳明症啊，用大黄啊，大承气汤。那巴豆呢啊，它是适用于寒邪啊，食积阻结肠道，大便不通啊，所以大便不通有不同的这个病因啊。那么如果阳明实证的啊，这个大便不通啊，要用大黄啊，大承气汤啊来治。那如果是风寒邪气啊啊，饮食啊积滞在肠道啊，这个寒气啊积在肠道啊，大便不通，用巴豆。那么这个良医偶医用之，良医就是很好的医生啊，偶尔啊遇到这种症状再吃嘛啊，非日日必须之物，那不是每天吃的啊，啊每天吃啊，你要吃出病来了啊，啊那个好像排便啊泻药一样啊啊，那是有那个病症，那你才需要吃嘛啊，那个病症解除了，你就不能再吃了。所以不是日日必须啊，这个讲啊，用这个来比喻啊。今则白衣小子只食几句谤佛长谈，便自谓成诸复出，黄口儿童，但有一种夸大习气，则主张道学门庭矣，非真如虚草之任何，即此数条已可力推。啊，那么从孔颜立教到这里呀、啊，啊，就是讲啊，真的学儒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啊，真正学佛的人也越来越少了，真儒、真佛、真道都越来越少了，啊，那么
这个佛讲这个应验啊，啊，那的确是这样的啊。这个都举出实际的例子来给我们证明。现在呢，真佛真正学佛的人少了，真正学儒的人也少了。啊，那么都是信口雌黄啦，啊，逞口舌之快，这样而已。真学的人少，啊，会讲的很多啦，啊，真修的很少。啊，儒跟佛都说是一样的，啊，甚至包括其他宗教也是一样的。啊，这个时代啊，就是越来啊，这个越少了。真学、真修、真学的人，真的是越来越稀少。好，那么这个我们先学到这一段，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下面呢，人死有六愿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